在中国璀璨夺目的古建筑宝库中，有一类特别引人注目的建筑物，那就是祠庙。它属于祭祀性建筑物，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，即祖神和忠臣良将、清官廉吏，以及先贤、名士、英雄等各类人物的神位。祠庙出现时间之早、数量之多、分布之广、受重视之程度，都不亚于其他祭祀性建筑。祠堂是古代每个村落必有的建筑，不论其规模或重要性，都是其他建筑无可替代的，一般都是由村中大姓族人出资兴建。它是人们的礼仪和活动中心。最初它是同族人纪念同一个祖先的地方，后来就成了一个家族势力的象征。执行族规家法、惩罚不孝子弟等都在祠堂进行，以此维护家族的秩序。远古时期，当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，人们天天与自然打交道，和日月星辰、山河树草以及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动物、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对于这些自然现象和自然物，祖先认为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主宰它们、支配它们、操纵它们，于是产生了万物皆有灵的原始崇拜。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，祖先认为人的肉体虽然死了，但是灵魂却还活着，并且时时在关注活着的人。本氏族的始祖、首领以及对本氏族的存在和发展贡献巨大的人物的灵魂，都是本氏族的保护神。祖先崇拜的观念由此产生，祖先祭祀活动也因此出现，祠庙开始进入中国历史。中国古代修建的许多祠庙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自然的损毁和人为的破坏，毁坏了很多，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古代祠庙至今保存完好。目前保存下来的祠堂，按照祭祀的对象，可以分为祖庙和先贤名士祠庙。中国古代村落文化尤为重视宗祠的修建，人们把宗祠风水的好坏看作是宗族兴衰的关键。有这样的说法，君子营建宫室，宗庙为先，诚以祖宗发源之地，支派皆源于兹。因此古人对宗祠风水的重视程度经常在村落风水之上。村落风水中所讲究的卜基、行局、来脉、景致以及卜基等，都在宗祠的选址和布局中有明显反映。宗祠本身是一个宗族的标志，是该宗族精神文化的象征，所以它的选址是以整个宗族的地域范围为考虑对象。通常的宏观定位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。首先考虑的是以先祖聚居地为中心。一个宗族人口发展壮大的结果，
往往打破原有村落的界限，向周围扩散。但